哎呀呀，我红绿灯不能乱跑哈！大妈可以走啦！我妈！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中国历史文化名城镇远古城，做文明人，创文明城。现在我和莲妹妹、小天使、小杨，我们一起在这里做文明志愿者。大家好，我是莲妹妹，做文明人，一言一行讲文明。大家好，我是小天使，走路时要过斑马线。文明开斋，礼让行人。大王和丫丫，你们过斑马线也要遵守交通规则，也要走斑马线哦。走，知道不？知道吗？对。啊，真乖，点赞。哎呦我的妈！